您是哪里的？台北人。那现在在？现在住台南。啊，去台南？为什么？今天在台南工作。在台南。哦。您的工作是？夜店舞者。哦，难怪。夜店，这个我就受不了。我在驼背了，为什么弯腰？夜店舞者，夜店。你叫一下，你说你的个性很男性化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个子高的，然后不要太瘦。然后不要太瘦。对，然后 man 的。man 的，然后幽默笑起来好看。哦，你条件还蛮多的。挺多的。幽默跳笑起来好看。像康哥这样还蛮像的哈。对。其实我蛮喜欢康哥的。哎呦。因为其实跟康哥，你喜欢谁？你说结婚的还是交往的？交往。还是让你同时拥有好不好？最好。我就知道那胃口很好。开玩笑，健志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好了啦，我只要一个礼拜三的，其他都可以。最近体力不好，年纪大了哦。哎呦，你喜欢这样子的、哦？那做舞者做多久？我跳舞应该已经六年了。哇！从大学大二开始。对，然后一路到毕业，然后毕业后留在台南，现在又继续大概跳两三年这样子。那跳了这么久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经验？怎么跳跳舞屁股一阵湿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哈，就是在舞台上突然屁股一阵凉，一阵凉，裙子掉了。就是那时候是我们在舞台上面，然后因为我们大家是轮流上台嘛，然后在我们上台之前，通常Party MC 会开场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前方站着一个女孩子，她手上拿了一瓶啤酒，在我们上台前在等的时候，她就一直把那个啤酒要嘟给 MC， 是，对，然后又一直拉扯那个 MC 的衣服，但是 MC 就是一直都不理她。就后来我们舞者上台之后呢，她也对我们做一样的事情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很近，她就会一直干扰到我们跳舞的状况。后来是我们换位置之后，换我换到她的前面去，她就一直这个动作没有停止，所以我就把她的啤酒拿走，然后交给我们的保安，那保安就保管她的啤酒。那她没有酒，她其实就心情就很差。后来她的朋友就把她的酒，就把她朋友把自己的酒给她之后，然后我就继续跳，我没有理她，因为有个动作是我后来是我趴下，趴下，然后我背对她，就我的屁股就在她前面，她怎么受得了？然后她就把她整瓶啤酒倒在我的屁股上，当初是怎么蹲的？可以蹲给我们看。就我是趴着，怎么趴着？就这样子趴着。哇死哇死！可以转过来让大家看到你的正面吗？看到，所以我刚哦，你的正面是那里。这样好，预备起，这样趴。所以你说就这样子趴着。哦。我。今天是好厉害啦！加油！有没有招待到哈？到后面哇。阳光飞不打了，阳光飞不打。对，紧张了。哎，现在啊，你要选一位你这个看起来很顺眼的男生来跟你搭档，你会选谁？搭档就建智啊。两位请到中间的。你说你要教一个什么舞啊？Twerk。拉下去，拉下去，真假？拉下去，好了，拉下去，再搞！
光了。太厉害了，一整晚都没问题。太厉害了，这个我们也无话可讲。对对对，我们只能恭喜健子啊。健子，哦，今天这个，那你要不要跟人家拥抱一下？怎么样？对啊，好的好的，之类，对不对？当然没问题，谢谢你的 talk， 谢谢。好不好？播一下，播一下嘛，播一下，亲一下，我是很容易害羞的。他不是你吧？其实我是可以接受。浪漫青年，播一下，播一下，气。哎呦！哇塞，你看看，先给各位报晓，你看他头发，头发帮我们展现一下，展现一下。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个头发，这个发型，马萨吉，雷鬼舞者，哎呦，跳 reggae， 2017 Hito 流行音乐网，嗯 ，Misco 葛仲山的舞者，哎呦 ，Misco 那很会舞哎，葛仲山舞者来过我们节目对不对 ？Rap 啊 ，Oh my god， 很欧美吗？怎么样？很雷鬼啦！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欧美到一个极限，真的假的？哦耶！先看一下，首先来一个欧美网袜，哇哇哇！哇，厉害！哎，那腿就是油腻的那种，对啊，哇塞，哇塞！对，你可以讲健美，哦，健美，健美，什么叫油腻？油腻 OK 啊，肌肉，肌肉，哇，多嘛！哇，绿色的，这是假，这是假发吧？哇，哎，哎呦，